他也可以做生意，这样合理吗？合理啊，对不对？合理啊。那你是不是请他们让一下？重点是你旁边都没有人啊，因为他们挡住了嘛。他怎么进来？人走不过来看东西嘛。人在那边，那人在那边，你就跟着走啊。所以我才说，请你控制一下你的粉丝，让你给隔壁做生意。我就知道。再不然，我当初讲说，他现在就是你们旁边没有人。对你讲了，有没有人跟他们拿东西嘛？没有嘛。是不是？对啊，不是，我不要跟你争这个哦。现在很简单，解决的方案就是你请你的粉丝再办。我刚有跟他们讲，他们是人呢、欸，那你叫他们检，叫警察来叫他们滚吗？警察来，他们就滚。他们是人，你礼貌说，好，我们现在在大家不要挤在这边，那他们要不要走他们的事？我怎么控制他们？我请问他们是不是你的粉丝嘛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路过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只能说，你就叫他们不要挡着，他们要挡我也没办法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说跟你没有关系，来这边麻烦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大家将心比心。如果你是隔壁的摊位，那个不好意思，如果要拍了，那可不可以先绕一下？绕一下哇，就比较挤那么多，不好意思。前面的也是，就是留一个走道给前面摊位，拜托，谢谢。他们真的，这边也是拜托，他们在那边我没办法管他们，因为我不是你要叫场馆来把他们弄走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他们要在那边，我没办法。那不是，来，我跟你说，你叫警察，不是，看他们能不能请他们走。你讲话一定要这么冲，我没有冲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人家是因为你来啊，你在这边拍，我很欢迎。但是是不是请你到旁边，我们不要影响到请你到旁边，你太太在那边做生意，惨。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你怎么管我？因为你叫警察来，警察叫我走就走。这不是警察不警察？那为什么我要走？我跟你讲，我是主人，为什么我要走？来，你是我们队员的，你不是，请你离开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场地是我租的。旁边的警察来，你叫警察来，不用叫警察来。你叫警察来，我就走。警察说我要走，我一定走，知道吗？他这个来的。我给你一个问题，现在这边是我们租的，那我在这边我没问题吧？不是你租的，你不是会员，请你离开。不是，那我你是不是会员？我不是，那请你离开。所以那怎么样？那我东西来了，派出所来，请派出所来。那你在这边叫警察来。请你离开。我要叫警察来，我跟他讲，做人不要这么自私。我没有做，你要做生意，别人也要做生意。我知道那些人不关我管，你去叫他们走，跟我没关系。那我现在请你走，你不是我们会员嘛？不是，那我那你请他们走。不是会员不可以来摆摊吧？请你离开。你离开，你离开，他们就离开了。我在这边。叫柯文哲叫我离开，台北市你的地哦，这是我租的地，你的地，来，地契拿出来，人行道，台北市给我管，地契拿出来，这个不叫人行道，好，这个不叫人行道，叫柯文哲，叫柯文哲，叫柯文哲，只要柯文哲联络方式下来，我告诉你，是跟台北市承租的场地，拜托，我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刚刚说什么？今天跟我没关系，你刚刚说什么吗？那些人叫他们走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我承租的场地。我承租，我就有使用权嘛，那我对不对？承租啊，你是不是会员嘛？我就不是，你不是会员，请你离开嘛。我就说了，那你来我们家没有这个理由啊？不是，听我讲，我就跟你讲，我现在不问你，你退钱，你们去退钱。你听我讲，大哥，听我讲，那些人跟我们没关系，你叫他们，你叫他们走，我没有意见，你不要叫我走，你不要叫我走，好不好？你把这些人带来。那些是人，等一下，不要那么激动。那些是人，你不要那么激动。我没有激动，那些不是你听我讲，我一直我经过而已啊。那你们看事情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单位有权利租住。好，我先不讲这个。不是，我没有。我现在请你说，不要影响。你不要激动，你听我讲哦，你根本等我讲。啊，都来了就来了。他们会听你来说，他们不认识我，不会听。你是场馆呢，看不清。哇，打劫。如果粉丝要拍照，我这样讲，他们也没办法买。没关系，我这样说，来，你听我讲。没有，你先听我讲。我有规则，没有，我们所以，对，我们走到。但是。M 二 L 叉跟叉，你可以后面，你就是 M， 他 M 后面很多都是，他就会太，他们是来货，都太大，那好的 M 吗？那就 M 吧，他们也
在哪一组？你看后面这个会走开吗？对，好来，会走开吗？所以我在那边走开吗？不要你不要老是这样，我现在是好好在跟你讲，我也好好跟你讲。那你不要老是说我叫他们走。其实我们前面都好。对，好，那你现在。